OK，刚进来的学生，你们可以开始点名哦。OK 啊，点好了名了过后呢，你们就是可以先打开那个作业簿 Form 3的第24面啊。OK，Form 3的第24面，也就是那一个 respiratory system 那边啊。等一下。所以呢，就是在这里的话，再提醒多一次你们，就是明天，我们就是会有一个评测啦，OK，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啦，就是也不懂我们下个礼拜复课的时候会怎样，所以呢，我就是在星期六明天，就是10点那一边，就是会给你们一个 science 的评测咯。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哎，等一下啊，这里的话呢，我就是先跟你们讲他的那个我评测的那个方式啦。这个我还没有 assign 你们，我就是一个 draft 而已。所以呢，我就是会分两个部分啦，就是在你们的 group 里面是有写的。所以呢，第一个部分就是选择题、圈圈题。所以圈圈题的话，大概是30分钟里面，你们就是要做完它啦。然后呢，过后你们就是会有10分钟的休息。然后 lastly 呢，就是会有那个作答题咯，就15分钟、20分啦。只是呢，这一个作答题的话，其实不是要你们写句子的啦，就是只是写一些的名字罢了，对啊，就只是纯粹写名字而已，对啊，所以就是很简答题啦，对，就是一个简单的作答题而已，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会有分两个部分哦，所以时间呢就是1个小时啦，只是中间你是会有10分钟休息咯，给你们上厕所啊，还是什么啦，休息一下啦，OK。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明天哦，记得明天10点啊，10点开始。所以你就可以在 Google Classroom 那边 stand by 咯，对啊。所以事件一就是30分钟哦，然后事件二呢就是20分钟，对啊。我们有两个部分 ，OK。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回去就是那一个作业簿啊。Hello，Dustin。所以我们回去作业簿啊。所以那个评测范围呢，就是记得就是 Form One，periodic table 跟 air，还有 Form Three 的那个 thermal chemistry 啦。OK，所以respiration 的话呢，我就先不考先。OK，过后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再来考。OK 啊，所以这一个的话呢，respiratory system 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呼吸系统它到底会有什么。所以这一些呢都是你们的答案，所以就是总共有7个部分啊，给、okay, 在你们作业簿里面。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nasal cavity 就是鼻腔，OK，所以我们就是会有气管 trachea，然后呢，bronchus 就是支气管，然后我们就是会有 lung 肺啦，然后 diaphragm 就是膈啦，膈肌。只是呢，以前的那一个综合科学呢，就是不是我们的那一个新的综合科学啊，就是以前的，他们的华语名称呢是叫做横膈膜，OK，横膈膜。可是呢，今天我们新的 syllabus 它是叫做膈肌啦。OK，所以你可以翻开你的综合科学来找的，然后 alveolus 呢就是肺泡，然后 bronchial 就是细支气管，对吧？bronchial 就是细支气管，OK，所以呢这一些都是一样可以在课本里面找到啦，所以这一个我就不那么提，我就没有提那么多了啦，然后呢？在接下来的话，就是它的那个 passage，就是跟我们的那一个综合科学也是一样的咯。OK，然后这一个的话，我们就是会有那个 nasal cavity。OK，nasal cavity 的话，它就是会有 bronchus，然后 bronchial，bronchus bronchial，然后 alveolus 啊。
OK 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好，所以呢，只是呢，就别忘记你们的那个咽跟喉啦。Okay, 咽跟喉啦，所以咽的话呢就是 pharynx， 喉就是 larynx 啊，所以一个是在上面，一个是在下面啊。OK， 所以呢，我们就是会有 pharynx。Okay, pharynx 的话大概是在我们的嘴巴跟鼻子那一边啊，然后喉的话是会比较下面一点。OK，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 pharynx 跟 larynx， 咽跟喉啦。诶，只是呢在你们的那个作业簿里面它就不怎么出现啊，诶，只是你可以翻回去你的课本里面找到咯，对吧？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再翻再去另外一个，就是第25面啊。好，当然也是在这个 slide 里面。好，所以呢这个25面的话呢inhalation 跟 exhalation 它的不同点，对吧？ Inhalation 跟 exhalation 的不同点，所以呢 inhalation 的话它的那个膈肌，膈肌的话就是会 contract， 对吧？ contract， 然后呢它就是会 flatten 哦，对吧？ flatten 哦，哦，所以就是凹下去了。对吧？它就是会凹下去咯，所以呢 contract and flatten。然后呢 exhalation 的话就是会 relax， 给它舒张，然后呢它就是会 curve upward， OK， 吐上来咯，你的那个膈肌、哦、然后呢 external intercostal muscle、啊、这一个的话其实它在你的作业簿里面呢它出现到有一点深啊，只不过呢在你们的那个综合科学里面或者是 science 里面的话呢，它在 intercostal muscle 的那个范围那边，它就只是纯粹告诉你它是，比如讲在 inhalation 那边，它是 contract 啦 ，OK， 在 inhalation 那边呢，他们就只是纯粹讲 contract 而已 ，OK， 我就写一下啦，就是我们的那个 intercostal muscle 啊，乐。肩肌啦，我们叫肋间肌啦。然后这一个肋间肌的话呢，它没有，就是在你的综合科学跟 science 里面，它没有讲分外面跟里面，就是 external 跟 internal， 它就只是讲肋间肌而已。所以呢，他们就只是纯粹讲 contract 咯。然后只是呢，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讲上到高中的话呢，它其实是会有分为 external 跟 internal 的。OK， 所以呢。External 跟 Internal 的话它就是会比较细了，所以呢真正来讲的话 Internal 它是会 relax， External 的话它就是会 contract， OK， 然后呢当然 Exhalation 的话它就是会完全倒反哦。所以呢之前的话我就是有跟你们讲过，如果你要背Inhalation 跟 Exhalation 他们的那个整个过程的话呢，其实你背一个就 OK 了的，对吧？因为它另外一个的话呢，它就是会完全倒反，对吧？你背一个，另外一个你就是完全倒反就 OK 了。好，然后只是这一个部分再重复的一次，它就是会比较细一点啊。好，只不过在你的综合科学跟 science 呢，也就是这一个。你的课本里面它就只是纯粹讲到 intercostal muscle、哦、它并没有细分出 external 跟 internal、哦、所以呢你只需要知道 intercostal muscle for inhalation 它是 contract， 然后 for exhalation 它是 for relax， 对吧？只是在这一个作业簿里面它是比较细了啦。OK 吗？所以我们的肋间肌啦，所以你的肋骨那边呢，就是会有之间，哦，它就是会有那个肌肉的，所以我们叫做肋间肌咯。Okay， 然后 rib cage 它就是 upward and outward 啊，然后 volume of thoracic cavity，OK，、okay， 你的那个胸廓，呀，胸廓，
所以这个 thoracic cavity 的话呢，这个的话就是会 increase 咯，对吧？所以会 increase， 然后呢，就是会另外一个 air pressure 就是会 decrease 咯，对吧 ？Inhalation 啊 ，flow of air 就是 air is drawn into lung 啦。OK， 所以只是在这一个 air pressure 那一边的话呢，你们就是会要稍微注意一下啦。OK， 所以我是觉得考试里面的话呢，它 KBAT 还是什么的话啦，它很有可能应该是会故意去抓你们这一个 air pressure 那一边哦，对吧？因为 air pressure 的话呢，如果你要讲比较难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比较喜欢出这一个啦。Okay, 所以毕竟 inhalation 的话呢，只要你可以把那个 air drawn 进去 lung 里面的话，意思是说在我们的胸廓里面呢，我们的气压、哦、是会比较小，所以气压比较在我们胸廓里面小的话呢，外界的气压比较大，所以呢它就是会把外界的那个气体带进去我们的肺部里面哦，对啊，带进去我们的肺里面啊。对啊，毕竟我们的肺气压比较小嘛，哦，那外界气压比较大，所以呢，外界的气体就是会带入进去我们的肺里面哦。对啊，所以 thoracic cavity 指的就是胸廓。对啊，胸廓再重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整个空间就是包括你的膈肌，还有你的那个肋骨跟里面所有一切的内脏，这整个空间呢，我们的整个内部，我们是叫做胸廓，对吧？这一个就是叫做 thoracic cavity。OK， 然后当然我们综合科学里面还有一个是叫做胸腔，只是胸腔指的就是蛙面的意思咯。啊，胸腔呢指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肋骨的那个蛙面的那个部分。Yeah, 英文我们是叫做 thoracic cage 啦。OK， 所以呢，我们就是会有分为胸廓跟胸腔。OK， 胸廓就是讲里面，胸腔是指外面。Yeah,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再拉下来喽。Yeah, 所以我来拉下来。所以呢，这个就是第25面的。哦，一样的，所以25面的话呢，这个跟我们综合科学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你的那个我们 inhalation 跟 exhalation 呢，如果你讲我们身体里面的话，我们就是会有那些 lung 啊，哦，就是肺，然后气管就是 trachea， 哦，然后你的 thoracic cavity， 你的胸廓等等之类，只不过呢，这一些其实是可以一个我们的那个。如果你要做实验的话啦，你其实是可以用一些东西来代替它的，就比如说lung， 我们就用 balloon 给气体那个气球来代替咯。然后 glass tube 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trachea， OK， glass tube glass tube 的话就是那个气管，然后呢 bell jar 呢整个呢其实就是代表着我们的那个 thoracic cavity 咯，胸廓咯。然后呢Rubber sheet 的话呢 ，rubber sheet 的话就是我们的 diaphragm 啦，也就是说膈肌咯 ，OK 吧，膈肌咯。好，然后呢，这里的话 ，How does the above model in diagram 2 explain the process of inhalation？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那个 rubber sheet 拉下来的话，呀 ，rubber sheet 拉下来的话呢，就代表着我们吸气咯。有啊，就是代表着 inhalation， 啊，我们把 rubber sheet 拉下来的话，就代表 inhalation。如果呢，你再复习回去你们以前初中的那个综合科学的话呢，我们讲到，不是初中啊，我们上册的那个综合科学啊，抱歉，初二的，啊，初二的那个上册的综合科学啊，如果呢，我们的那个体积增加的话。体积啊 ，V 增加的话呢，我们的压强 ，OK， 压强就是会减少咯，啊，压强就是会减少咯，哦，所以呢，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把那个 rubber sheet 拉下来的话呢，里面的空间
哦，我们的体积就是会增加，然后当然你的压强就是会下降。所以呢，意思是说我们的那个 thoracic cavity 里面的压强下降的话，外界的压强比较高嘛，所以它就是会把气体带进去我们的 thoracic cavity 里面， OK 吗？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完成吸气咯， OK 吗？所以这一个就是它的原理啦。所以体积增加，压强减少，所以这一个就是 for inhalation， OK， 这个就是吸气。所以当然，呼气的话呢，呼气的话就是会完全倒反。所以我之前就是有跟你们讲过，你背一个，另外一个，你其实是可以完全倒反来解释就 OK 了，对吧？所以你不需要全部背到完的，你背一个其实是 OK 了的。然后另外一个你就完全倒反来解释，对吧？好，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接下去就是那一个exchange gases movement and exchange of gas in the human body 啦， OK， 气体的交换啦，对吧？所以这个 OK 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接下去啊。所以呢，再接下去的话呢，就是第二十七面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类似好像复习回去我们综合科学的那个部分而已啦。OK， 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就是你们没有碰过的啦。所以这个呢，通常都是有在我们综合科学出现了的。所以呢，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第一题 A 的话呢，它就是叫我们 match the gases in the body cells and lungs with the correct name， okay 吗？所以呢，这里的话其实 gas in body cells， OK， gas in body cells。 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气体啊，它其实我们完成了吸气过后呢，这些氧气它要怎样带去我们身体各个部分，OK， 所以呢，它的这一些 oxygen 呢，它会在我们的 alveolus 里面， OK， 然后呢，它会 undergo 什么 process， 我们就叫做 diffusion， OK， gas diffusion， 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叫做气体的扩散作用咯， OK， 我们华语呢就是叫做扩散啊， OK， 扩散。哦，所以呢，气体的扩散作用呢，哦，它是因为是因那个 pressure 啦 ，partial pressure 的缘故啦 ，OK， 就是因为比如讲那个 alveolus， 我们的氧气很多嘛，然后那个你的那个毛细血管，哦 ，blood capillary 就是你的毛细血管啊，哦，它就是氧气比较少嘛，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气体呢，就是会进行气体的扩散作用咯，就是说从比较高的浓度去比较低的浓度啦， OK， 所以呢，我们氧气就是会扩散进去这一个我们的毛细血管，所以扩散进入我们毛细血管过后呢，这些氧气会怎样呢？所以这些氧气呢，它就是会被我们的红细胞带走咯，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红细胞里面就是会有那个所谓的血红蛋白，对吗？血红蛋白英文是叫做 hemoglobin， OK， hemoglobin。 所以呢，这个 hemoglobin 呢，它过后它会怎样呢？ hemoglobin 的话，我们就是会和那个氧气结合起来变成 oxyhemoglobin 哦。Yeah， 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可以都是出现在我们的综合科学里面了的，对吧？好，所以都是出现在我们综合科学里面。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氧气跟血红蛋白结合过后呢，它就是会合成氧和血红蛋白咯，所以就是叫做 oxyhemoglobin 啊， OK 吗？所以就带去我们的身体。所以呢，这一些 oxyhemoglobin 呢，其实在你们的综合科学也好，或者是 science 也好，他们是极度不稳定的，对吧？他们就是不稳定。所以呢，不稳定过后呢，等一下啊，
所以不稳定呢，它一到到我们的那个身体各个部分的那个细胞过后，这一些氧和血红蛋白，它就是会分解变回去血红蛋白跟氧气咯。所以呢，那个氧气就是会扩散进去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里面，OK 啊？所以就记得 oxyhemoglobin 它是不稳定的。所以呢，当它一到达它的目的地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身体各个部分的细胞过后呢，它就是会分解变回血红蛋白跟氧气，所以那个氧气就是会扩散进去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了，对吧？不是啊。氧气还没有到肺泡的时候呢，有一些已经和血红蛋白结合在一起，什么意思呢？还没有到肺泡，氧气是从肺泡过来的吗？哦，所以因为我们完成吸气跟呼气的话，氧气肯定就是先从肺泡那边过来的嘛，所以氧气从肺泡那边过来的话。它就是会扩散进入我们的 blood capillary 咯，毛细血管咯。OK，毛细血管咯。然后呢，过后这个 blood capillary 呢，毛细血管的话，它里面就是会有红细胞嘛，所以我们的那个氧气就是会跟红细胞会被红细胞带走了。所以红细胞里面就是因为有血红蛋白，所以我们的那个氧气呢会跟血红蛋白结合形成。那个氧和血红蛋白咯，就是 oxyhemoglobin，所以呢，它就是会一直不停的走到直到我们身体各个部分过后呢，它就是会分解，对吧？就是我们的 oxyhemoglobin 会分解，OK，分解过后它就是会变回去 hemoglobin 跟 oxygen 咯，对吧？所以这个氧和血红蛋白会分解变成血红蛋白。跟氧气，所以氧气就是会扩散进去我们的 body cells 里面，对吧？当然，body cells 它完成了 respiration 过后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呼吸作用，它会产生出二氧化碳嘛。所以二氧化碳呢，就是会 against 被我们的那个毛细血管里面的那个血浆给、okay? blood plasma 带走咯。给、okay? 二氧化碳它其实是不会被。血红蛋白带走啊，它是会被我们的血浆给、okay? 我们英文是叫做 blood plasma 啊，因为毛细血管里面它不只是有血红蛋白啊，不是，不只是有红细胞而已，它还有白血球啊，还有一些些其他的东西的。OK，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先提醒你们，就是说我们毛细管里面并不只是有我们的那一个红细胞而已。它还有其他很多东西，OK，所以呢，那一些红血球啊、血小板啊，还有白血球啊，哦，其实是不归类于这一个 blood plasma。这个 blood plasma 是什么来呢？就是说，大部分就是由水来组成，哦，它不只是有水罢了，它还有其他的那个荷尔蒙啊，OK，其他的养分呐，OK，或者是气体啊等等之类，形成了我们这个所谓的 blood。plasma，啊，然后还有一些些的蛋白质啊，等等之类，哦，所以这一些 blood plasma 呢，它就是除了我们的红细胞、血小板，还有那个白血球以外，哦，剩下的都是 blood plasma 咯，所以呢，它就是会带走我们的二氧化碳呢、啊，然后直到肺泡咯 ，OK 吗？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哦，所以我相信剩下的你们应该是写完了啦。所以第二题28面的话，这一个你就还就是划线咯，对吧？所以当然我们要完成呼吸作用啊，肺通气啊，给、okay, 我们要完成那个肺通气啊，就是我们的呼吸啊。所以记得呼吸跟呼吸作用呢是不一样咯，呼吸也就是肺通气哦，呼吸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 inhalation 跟 exhalation 哦。就是你吸气跟呼气啦，呼吸作用的话，就是说它会分解那个葡萄糖，然后产生出二氧化碳跟水分。OK 啊，呼吸作用是不一样的啊，respiration。
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我们如果要完成那个非通气哦，或者是那个呼气跟吸气的话啦，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肺泡呢，它一定是要有一些些的特征，才可以让我们的那个肺通气比较有效率一点哦。就比方说这四个咯，OK， 就是这四个啦哦。所以之前我就是会划分给你们的，就是我们会有薄。OK 吗？薄，然后会有，就是会有，就是四跟大，哦，所以呢，这一些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会，遵从这一些东西啦，遵从这一些东西咯。薄四跟大咯，薄的话呢，指的就是它的那个 alveolus， 它是由 one cell thick， single layer of cells， 哦，所以现在我们 meeting 还少过一分钟哦，所以可能会突然间断开啊，啊，所以我们的那个 alveolus 呢，肺泡呢，它是薄的，就是由 single layer of cells 组成，然后呢，四的话呢，就是 inner layer， 就是说你的肺泡内壁里面它是潮湿的，然后大的话指的就是它有 a large number of alveolus in the lung， 啊，很多的肺泡或者是被我们的毛细血管包围着，所以你就以薄四大来解释我们的肺泡的特征啊 ，OK 吗？哦，就可以了。OK 吗？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 proceed 啊。OK， 所以这一个再提醒一下，我们的 meeting 还少过一分钟哦，可能会断开啊。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实验哦 ，for smoking 啊，给、okay， 抽烟的话它会怎样咯？所以就是你们可以写下你的答案啊。3A， cotton wool 就是 lung， 给、okay， 我们的肺啦。cotton wool 代表的就是我们的